记录观点，金钟巨献。10月22号，竹巢人。这玩意儿装的扎死。你肯定考虑把它收起来，我没有能力，我换个地可以不？你第一次的人生，没有总对付那些人。10月29号，《不能说的秘密二》，国家机器。这是很多朋友问我的同一句话。我跟他们说，最困难的地方就是用6年的时间，花了100多万，65分钟的影片，想要讲的只是一个简单的道理。那就是周二晚间10点，记录观点，就在公共电视。